教你学会最强威力飞牌。首先咱们准备两张牌啊，今天给你们展示两种动作，可以收藏一下，喜欢哪一种就用哪一种啊。来看啊，我平时有个私教拍手的习惯，这点你就不用模仿了。看好持牌手势，用中拇二指在他的左上角，手腕回扣到底部，手臂回都回不动，然后再拉开肩膀，拐手放臂，就打出一条直线啊，还保持它的水平度。看好第一种动作，给展示一下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啊。这第一种啊，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穿透力。第二种动作呢，手法什么都不变啊，这也是那个穿透力飞牌的这个优势，动作可以千变万化，同样能打出非常强的穿透劲儿啊，可以这样。